OK 啊，那个我又回来挂这里的苍翠大社，然后我上次说我挂这个消息，奇小怪叔叔啊，可是经验真的太少了，经验真的他已经差我十等，应该有十等，差我十等，变灰子，经验真的太少了，然后就我转挂这边了，双斧战士。那双斧战士也是灰质，绿质还灰质我忘了，反正今天也是蛮少的。那最后我还是来挂这边，那这边还是很困，因为这边没有王，因为他王的话，这边有一只王，然后这边吧，这边也有一只王，这边是这边怪比较强的，这边怪。大概是有420，所以我就选择挂。这红衣怨女都是灰质，没有绿质，大概差不多。这个白质，所以跟我等级差不多，所以我这边应该是可以挂到430，是没什么问题。然后我挂这边，它是白质，它是白质。这怪是白质，白质，黑袍施咒者是白质。那这个红衣怨女是绿质，它绿质，但应该是这两只应该可能还差个两三等哎，对我来说是没什么差嘛。那我目前他招数有改了，他有修正这个。视觉身形它有修正，那视觉身形现在是可以放在，我之前说它不能放在自动使用辅助技能，它不能放，它之前放不到这，够不了。那现在可以用，那的确是我本来是用这个，那我用这个挂这里，基本上应该4-5个小时我就会躺，对，所以说。我现在改用这个挂，那这个挂，有时候运气好，大概可以撑个24小时到2天吧。有时候挂3天还没死，那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挂了1-2个小时就挂，就是比较少死啊，平均应该可以挂个2天没问题，对吧？这个它的增加防御和模仿之外，最主要是它有那个。几率触发觉醒，因为他我们要知道最主要是减少施法时间嘛，跟这个一样。那像这个是增加魔法，那它是防御，那最主要是进入这个触发觉醒。那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它觉醒是什么，是觉醒啊，我也是看在懂。它觉醒之后有什么特异功能？再查一下，反正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觉醒，让我在那边给扛的，应该是这样的意思。看一下觉醒，觉醒。哎呦，别打我！他觉醒能力的话，哇，我们先切换频道一下。哎，觉醒能力。技能太多了，我真的是晕了。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再往前，这个，持续5秒，增加，有没有看到？这个差蛮多的，那怎么消失？16%物理跟法术的抵消啊，持续几秒，好像蛮少的，持续5秒，但是差这抵消差蛮多的，对，所以说我目前
前面这一招真的是挂了，真的是挂了，扛不住啊！怪打一打十万，然后有一个二十万，两下我就升天了。那是靠这招来抵消，所以这招很重要，也让我扛很久。所以说我在那边挂，我上看上次挂三天都没问题。所以说这招。最主要是这个，我就把它改成九用，不用100%。其实最主要原因就是这边太多人挂机啊，我太多人挂嘛，挂机，然后开那个东西，然后就打的速度很快，那怕我那边开没很多，所以说我就改成九用，大概是这样。就是怪打我，在释放这些。好了，就挂机吧。视觉申请真的。